sé que no vendrás, por eso ya tanto la olvido. Dejar un nuevo amor, tanto mejor ahí como el mío. Dejar y la vive ahí en este mundo de tristeza.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小镇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，这是有名的烤猪小镇，所以这个地方应该称之为吃货天堂，吃肉食主义者的天堂。康哥找了一家热腾腾的烤乳猪，我们现在过去，然后顺便跟老板聊两句。然后这里大大小小有很多个烤猪烤全羊店，就是非常有名的香港的美食家蔡澜曾经说，人生十大不可错过的美食是什么呢？其中有一个就是塞尔维亚的烤全羊，它的烤法有点不一样，它是锁住它的汁水和香气，然后呢只有盐，没有其他的调味品。而且我觉得它的羊就这个原材料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它是没有任何膻味的。我眼前就有一家烤乳猪店，然后对面还有卖水果的、卖蔬菜的，一车一车的。可以看到卖的是大葱、包菜、胡萝卜、番茄，常有的水果是苹果、黄瓜、橙子之类的。价格他们是按公斤算吗？应该是。你买来吃吗 ？OK， 现在我们进入这个烤乳猪，这个老板，刚刚是这位。那是马洛克饭店。哪？第一个是？拉的。拉的。OK， 他叫拉达，他这边天天烤乳猪的，他给我们拍怎么，就让你帮他拍他吧，他怎么？我们叫了1.5公斤的乳猪，然后半公斤的羊肉，乳猪是热的。好的。你看他怎么切？价格是1200迪那一公斤，乳猪会便宜一点，乳猪1200，乳猪的话现在人民币的话就81公斤哦。他们手是不是都很准的？要多少大概一切？对，大概知道的。卤猪一般要烤多少个时间啊？3个小时。内马德鲁格尼什？内马尼什啊，只放盐，没有放。是不是有很多外地的人过来就是吃？对对对，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小镇呢，人口不到1000，但是卤猪店你也看到了那么多家，因为这代都经过这里嘛，好几个城市的一个交通的要主要进入。他这边烤肉也很多，很多人更喜欢吃烤肉。哦，就是不止猪和羊，也还有烤肉。对呀，现场烤的，他用炭烤的。塞尔维亚的烤肉都是用炭烤的，是吧？对对。这一袋子就是都是炭，他们是用炭火来烤。因为他那个森林资源丰富嘛，而且都是那种橡木。让给你尝一下。哎，肉肉，完了。他说怎么样？他说。他在前面一点，这个店是刚搬过来的，他之前在前面开了20年。我们请这位冠军得主拿着他的荣誉给我们展示一下。他拿过烤肉节的冠军，我叫他展示一下给我们看。记得有六杯波斯，他每年的9月份都有一个大型的烤肉节，可能到时候有烤全羊几百头，烤乳猪几百头，还有十几头烤牛。就9月8号到10号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开动尝尝这个乳猪，实在太好吃了，因为它那个皮刚好焦焦的，很香，然后油脂完全渗透到肉里面。只加盐也一点都不会觉得味道单调，对，它的皮就是很脆，但是不会硬，不会咬不烂。然后呢，它会焦，它这个皮和肉之间有一层油脂，你看，这层油脂，我确定是的，但我比那了。这层油脂会完美的渗透到肉里，就吃了一口满嘴油香那种。然后呢，再配一杯苹果汁或者其他的果汁解腻。嗯，超级棒。我再吃一个炭火烤的面包，好吧？怎么说？李勇。
后他们的做法会配上卷心菜、包菜、包菜切丝、包菜沙拉，都是解腻的。这个烤乳猪真的挺值得吃的，要趁热吃。啥肉嘛？没说水呢？奶水，奶牛肉。Gelatin 的牛肉做的，烤肉条，因为当时受东方跟西方文化的饮食结合嘛，整个巴干中心这块都会做这个肉条。嗯，那样 ，native village or not？Thank you。好了，牛肉做的，来，特意你看老板多好。对呀、啊。他烤出来是给我们的。赶紧，一会儿凉了又不好吃。对呀、啊，菲菲吃一点吧。注意啊，一定你不要的木设备。生煎。但是腌生姜。多肯定是给生煎。哎，那个是 probably。不是姜，笋吗？哥们，咱们人家搞个生肉呗。我来切吧，你要不要那么多？就照个生的，肯定是肯定。就人家吃。啊，多也是那不。啊，这很健康的，这是应该是那个现磨的，只有他在做这个自己念的，这个对那个血糖血低、血糖高很。不难吃哎。很好吃，不是真难吃，磨着有血的。这个他就只有晒过他做这个，他去消了你所有的油腻。对，所以很适合配。他当吃的话，你可能没感觉，但如果吃完肉吃这个，我要再吃一个。要不我是提上不耐。可以。整个塞维亚最早来的是20年前的中国人，哦，就像熊老师像我们一样，他最早他在那边市中心一点的位置开店的时候，他都每天那个中国人过来吃很多，然后他就改点面包，但是中国人好像都不吃面包的，我说中国人是比较不怎么吃。我的是那个阿巴里罗布比利瓦克，我的古特，他的瓦夏，那伊斯基那个多拉什。最早是这样，他跟你讲述那个故事。20年前，很多中国人是赶集。那时候因为没有开店什么嘛，开店是后面的事情了。然后就在这里开到车，开到这里放这里买，他有集市的话摆摊，然后摆完以后就在他们肉店里吃，他都还记得20年前。对应起来。好巧啊，是吧？之后才有店。他说，就 U Mart 现他们买那个。雪莉娃的酒就是他那里朋友那里买的，就当地的这种大的超市啊，就中国人越来跟他们互动越来多。Switch to Kineski double the table， 哇 ，Kineski some lady next lady the loon， 对对对 ，lady got cognac， 好多不是，对啊，中国人他我跟他说师傅比较喜欢中国人，他说喜欢中国人跟我们一样都爱热爱劳动的，他说中国人，有多少人口？他说13亿，我说现在14亿多一点，然后加上塞尔维亚刚好15亿，我说随便给他米拉的一五厘米。现在我给他随便。